DJ 鄭啟泰在上星期六經傳離世消息，終年56歲。鄭啟泰最近回巢新城之外，在上星期四才啱啱宣布和前香港滾軸溜冰運動員黃雁之求婚成功。新城在上星期六代鄭啟泰屋企人發出公告，說鄭啟泰在前一晚出現肚屙腳臭近的情況，上星期六凌晨送到醫院治理，入住深切治療部之後陷入昏迷狀態，延至黃昏時分离世。郑启泰任职 DJ 超过25年，人缘极佳。对于他的离世，圈中好友都深感难过，纷纷在社交平台悼念郑启泰。其中新城首席营运总监马俊伟就说，郑启泰离世的消息太突然，好不舍得，好难过。薛家燕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说，早前和郑启泰一起在电台拍贺年照，当时他还很开心公布将会重返电台，完全没有察觉他健康有异样。对于他的离世，薛家燕直言难以置信到不能接受。郑启泰早年留学加拿大，回香港后自荐去到商台，在90年代中亦有为有线节目做旁白，直到1999年他转投新城电台，在去年10月突然宣布已经辞去新城电台工作，近日获马俊伟邀请回巢开咪，没想到突然传出噩耗。